叫戴维林，今年21岁，高雄人。我的梦想是出国为公司争取更高的荣誉。我叫吴方宪，今年28岁，我是台北人。我的梦想是能够带领学妹一起去打奥运，希望为台电争取更高的荣誉。我叫陈淑玉，今年21岁，是台中人。我的梦想是能前进奥运。我叫洪玉婷，今年21岁，来自高雄。我的梦想是打亚运。我是彭丽婷，今年20岁，我是台北人。我的梦想是国内跟国外都能为自己跟台电拿出好的成绩。我叫于千惠，今年23岁，我是台北人。我的梦想是希望能为台电及国家争光，努力拼到最后一刻。我们想要有成绩。